不知不覺我們已經相識了11年了。是啊，時間過得真是快。凭我一生一起走，那些事不再有。一句话，一辈子。一生情，一杯酒。好鬼细，可唔可以借我啲钱啊？你边个？做咩坐我隔篱啊？11年嘅兄弟情，你梗都唔帮我？哇！你做咩啊？我要同你割袍断义啊！哇！你玩咁大？边个得闲同你玩啊？作为兄弟，我可以为你两肋插刀，但系你唔准借我一分一毫。哇！你好多蛀牙啊！屌！你可唔可以正经啲啊？我就系因为太正经啦，你谂下。这个世界几多人因为钱银的问题搞到老死不相往来，你问我借钱，你是不是想收人家啫？屌，借个钱啫，咩搞到好像离婚咁样？兄弟，我真的好想帮你，但我真的冇领。你冇咪直接讲啦，做咩你浪费我表情啊？一，但我有办法帮你嘛。朋友一生一世。平静啲啦，唔好意思，你继续。如果你系需要周转嘅话，你咪可以试下抖音钱包放新借，打开抖音点我钱包放新借，点击激活额度，跟住要求申请，最高额度200万，等你工资发咗还上去咪得啦。你真系我好兄弟啊，多谢喎、啊，就一句多谢噶咋？就知道你冇人认真，贪心的小家伙。你等住啊！你想做咩啫？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世界。哎，记得赔件衫俾我啊！你讲啊！你琴晚同边个打电话打咗咁耐啊？你冷静啲啦，你听我解释得唔得？咦？有戏睇哇！平时同我啊，连微信都冇一条啊，同人哋煲粥咧，可以煲成个钟，边个嚟噶？其实嗰、那个系我妈嚟嘅。你妈嚟噶？又唔早啲讲嘅，衰鬼嚟噶！晓讲你又唔听。吓咁快冇戏睇啦？为什么你要伤害一个爱你的人？你是不是？如果嗰个真系你妈嘅话，咁你将部电话俾我睇下。嗯？吓？你居然唔信我？爱情个基石就系信任，你居然怀疑我啊？耶！人哋都唔系咁嘅意思。我爱你，是多么清楚、多么坚固的信任。我爱你耶、yeah, 好帅的姐你身上有他的香水味我都不信你啊喂你好了吗你拿给你赠庆啊你不好意思跟错了是了如果是你阿妈的话你就拿个手机给人看一下啦你就是咯拿出来啊嗱嗱嗱嗱 ，B B， 你又唔信我啦？唔敢攞啊，疯老鼠啊！攞嚟啊 ！B B， 我爱你，是多么冇爱啦，攞出嚟啦！哎呀！哎呀！头痛啊！边度唔舒服啊？头痛啊！吓？你炸头痛？系冇事啊嘛？喂你好了喎，我边有得罪你啊？你梗嚟玩我？路见不平，拔鸡削座。啊！你只光头佬卖梳，多鸠鱼噶你。哈哈，原来你妈叫做小野猫啊。如果话系呢？系你老母啊！分手啊！不咪分咯，我咪冇人要。哈哈，蟑螂药，老鼠药。我突然想要一个玩音乐、文艺的男朋友，我哋分手啦！吓、啊，
油分呢啲扎扎都系我噶。其实我大学嘅专业系音乐表演。唔好喺度扮閪嘢啦！嗱，呢个系我嘅毕业证书。横过嚟嘅啫。我是广东的，广东茂名的，茂名化州的，化州纳入镇的。呀，你可唔可以正经啲啊？呢期最红嘅，搭配我呢个碌，系咪好文艺呢？呀，成个火鸡咁嘅样。我要嘅系一个识唱歌、识弹吉他嘅长发男朋友啊！阿珍爱上了阿强。在一个没有星星的夜晚，你喺度唱乜春啊？阿珍爱上阿强，讲述着一段简单淳朴嘅爱情，就如我同你咁够文艺，我仲加入咗少少美声嘅元素，听起嚟系咪咁有质感呢？你冇觉得唔得啊？我哋点你啊？只是。爱我相随，不要什么教唆，我都会。分手快乐，祝你快乐。就算我分手了，也轮不到你。为你好了哦，你能不能别那么高大啊？我哪里比别人差？你呀，我哪里比别人差？哼，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咁你知唔知点解自己冇人爱啊？点解啊？你睇你个样，成个矮冬瓜咁嘅样。屌，你不要胡说八道！余光系一个冬瓜，为什么他对我爱不释手？咁有名你嗌嘛，恩猪噶嘛，猪都系饥不择食噶啦。啊！我屌嗱声啊！我唔理，表妹，我爱你。大眼哥，就算我跟你在一起，也不会长久的。我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我也是那个想的。讲白都咪赵岩松。哎，你不要扭曲我的意思哇！扭咩曲啊？系就认咗嘅咧。要不我还是与你做干哥哥嘛？干哥哥？干哥哥的意思？干哥哥？能干的哥哥们，我很能干哦！你想哪里去了？结拜的大哥。你要让我做大哥，我只能教你。啊？你让我做大哥，我教你。树中分今日边个摸到我对手，边个就我真命天子。哪里靓仔摸咩摸？我嘅你噶咁俾翻嚟啊！算你啦，死靓仔你都几有礼貌啊！哇，咁大只嘅，攞翻佢做老婆可以改变我下一代个基因。磨咩磨啊？死矮仔！系，我改变唔到我，但我内心足够强大。仲有，我唔系靓仔啦，今年都30几啦。阿靓女，你单身吗？点啊？你想沟我啊？都系真命天子，费事啊！哎，点啊？你又单身啊？系啊，使唔使边今晚食个饭咧？食饭好啊！哎，我好耐冇食过五花腩啦，今日突然就知食啦，今日突然就知食啦。我突然谂起我个增高鞋垫到咗，系咁先。啲借口真系离谱嘅。单梯都冇用啦，你就嚟过年啦，仲未揾到老婆，系谁个闺蜜嚟？你死咗条身啦，我唔会祸害我啲闺蜜嘅。闺蜜系咩嚟噶？闺蜜，呢撇啲咁嘅嘢咩意思啊？啊，你好啊，我叫大眼鸡。冇讲嘢，你系个好人。你太不了解我了，其实我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啊、你不信啊？将你身上值钱的东西拿出来。你没逼我啊。哪里够不够坏？你是傻的。喂，
真系好坏啊！你真系个大坏蛋嚟噶！我顶你个肺！我呢个人比较实际嘅，所以我嫁俾你，至少你有车有房，你咁要100万啊！100万？咁我以后咪发达？女方要求有车有房咧，系好合理嘅。但系呢100万可唔可以讲下价啊？我老豆老母公书教我，含辛茹苦咁养大我，区区100万，你同我讲价，你知唔知丑啊？吓！咁我想问下你，你几重啊？80斤啊？点啊？我帮我老豆老母作纸，我嫁俾你，你俾50万我。你咩意思啊？咩啊？我老豆老母一把屎一把尿喂到我160斤，都再同你一赔，唔系你攞50万，系咪益你啦？系嘛？入屎啦！喂，可以讲价噶，50唔得，30咧，抵你单身嘅。